说这名字是遗憾吗？谁说这遗憾？知道完以后很棒，不是你的。哎。素未谋面的女孩子们终于现身了，她们就是来自韩国优质偶像女子组合 Nine Muses 的成员们，模特出身，唱跳俱佳，让她们自出道起便备受关注。今天 Nine Muses 组合八位成员中的四位将与男嘉宾在雨珠花园开启心动爱情之旅。我们一起欢迎令人心动的女主角们吧。안녕하세요나인스리나입니다센터언니반갑습니다네안녕하세요我觉得这个是个电影。好突然啊！又来一个。这个呢，我看看啊，看这个笑容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个芊芊。其实他们都好高哦。你好，来一次甜蜜蜜吧。大家好，我是慧梅。哎，阿姨，喜欢吗？这个是你的菜吗？其实我最喜欢那个头发再短一点，腿再长一点。什么？头发短一点，腿长？腿红吗？腿再长一点。腿再长。哎，短头发了。提醒您，节目稍后继续。这里的绿色食品，还原您小时候的味道。大城小爱中青年专场正式启动，30左右到45岁之间的单身男女，无论你是否有过婚史，你还向往爱情，就赶快报名吧。呼叫热线1500-5101-080，每周四周五18:50，让我们一起大城小爱。哈尔滨欧亚男科医院提醒您，节目马上开始。女嘉宾们的揭幕演出即将开始。
秀珍要给大家献上一段性感热舞。宁和准备了拿手的电眼魅惑。玄雅和惠美将要携手演绎一曲甜歌。接下来呢，我们请司令爬山到我们的台前，背对我们，背对我们，然后觉得自己觉得啊，那个礼物是他送给你的，那个女孩的，站到他的身边，好不好？咱们现在亮一亮礼物，看看我们是不是站对了位置，好不好？来，先从你开始。还有两个吗？你觉得是哪些？其实我本身就是要站到这里来的，对，但是你站到这儿了，那一站错了，太，对不对？我动作太慢了，我想冲上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三个人全都站在那里，但是我知道，肯定会没错的，这是你送给我的泡菜，是你的。啊，안녕하세요。那既然咱们现在的这个搭档。先别说是伴儿，好不好？因为还不一定啊，有可能不搭，对不对？啊，既然都已经暂时选定了，那咱们接下来进行一组考验默契程度的游戏。东方新天地，心动请注意，耶！好，接下来交到我手上啊。现在先说一下下一个游戏的环节是什么？大家听听啊。好了啊，那个下一个环节就是。每组十张电影卡片，男生用肢体语言表现，女生最先猜对五张卡片的组合获胜，将每人获得20,000元优惠金。好，你们先好。OK， 来，来。
当时我出的题实在是太难了，我是一个很聪明的男孩子，自己认为，但是那个题真的很难，相对来说其他题目也真的很难。为什么他每次笔画都是一样的？就我们实验室。稍等一下啊，来次的比较啊。舒服一点，再来个五十几秒的，我可以，耶、yeah！사랑해，我爱你，耶、yeah！好，那素贞从你这边开始，经过前面的那段游戏，你觉得你是不是要换一个搭档，或者你觉得谁更好，或者是不换，请选择。